主料金针菇200克，辅料黄瓜60克，彩椒50克，备及鲜酱油、醋、盐、香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金针瓜、彩椒、黄瓜洗净，锅内放适量清水，烧开后放入金针菇焯1分钟，捞出放入凉水中，黄瓜、彩椒切丝，金针菇控水，切成小段，金针瓜、黄瓜、彩椒放入容器中，将适量酱油、醋、盐调成料汁，将料汁倒入金针菇中，倒入适量香油，拌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金针菇焯的时间不要太长，一分钟足矣，否则塞牙。二、喜欢辣椒的，要点辣椒油就更好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